蛇皮果，姐妹们，我第一次吃，我有点害怕，但是，哟，这样子包的啊，哎呀，它这个皮啊，它这个皮啊，真的跟蛇的那个皮是一样一样，但是我这个熟没熟啊，也不知道。哎呀，这是坏了吗？这坏了吧？没坏。然后再拿一个，我包一个。是哪个样？每个都是这样子的，那就是没坏。哇，跟大蒜一样，它跟大蒜一样，试一下味道吧。没试出来味道，酸的。挺好吃啊，这个它的味道有一点点像菠萝蜜的味道，有一点点像菠萝蜜，有一点点酸，酸甜口的那种。哇，里面的籽这么大，看，这就是它的籽，好吃啊。嗯，不错。可比杨桃好吃多了。但是为什么多吃两口之后，它水分不多，吃起来有点干巴的感觉。但是不难吃，挺好吃的。